上面亮点点的那就是星星。现在是早上6:30，用一幕夜景的画面来打消大家对于无人机拍摄暗光线环境的顾虑。拍摄设备就是这台小家伙，大疆的 DJI Air 3。其实我自己也经常问自己，无人机想用它来拍啥，我能用它来拍啥。今天您看到的所有的无人机拍摄画面，全部是由大疆新发布的无人机 Air 3拍摄。今天呢，我就带着它所拍摄的画面，聊聊我自己的使用感受和分享一点点拍摄的经验。欢迎收看《采风摄影生活杂志》，我是大马。现在离日出还有1个小时，东边已经开始泛白，天上呈现出黎明时刻独特的这个紫罗兰到黑暗的这个渐变色。记得以前去城里上班的时候，冬天日出时间早，每天在这个时候出门赶火车，曾经呢就是坐在这列火车里边，看着外面正在睡醒的城市。以前在车厢里边心里的感受啊，往往是那种披星戴月的奔波感，但是今天换个角度从天上看，反而觉得还有那么一点点浪漫。这一段素材我是直接用 Air 3的夜景模式来进行拍摄的，全程自动曝光，没错，全自动曝光。曝光补偿减了0.7档，以防止灯光部分过曝。大疆的 Air 3自动调整感光度。对于夜景拍摄，我觉得它绝对是针对于航拍的这个拍摄环境光线呢，曝光算法是做过特殊的优化处理的。你注意啊，有好几段火车从明亮的站台驶入黑暗街区的画面，整个曝光过程不会因为列车进入大面积的黑暗而误判，导致相机自主的提高这个曝光而过曝。列车无论是从亮到暗或者从暗到亮的行驶过程中，车身的灯光表现过渡非常的自然和顺滑。这次大疆 Air 3的云台是双相机系统，一只是等效24毫米的主摄广角镜头，最大光圈1.7，另外一只是3倍的光学中焦镜头，最大光圈2.8。大疆的 Air 3成像元件并没有沿用之前的 Air 2S 的1英寸底，而是使用了1.3英寸4800万像素的 CMOS。它经过大疆的软件的调教和智能的机电处理，也能让航拍的相机在暗光环境的画面达到满意的效果。Air 3的相机云台呢，可以上扬到60度，加上它自身的24毫米的广角镜头，视野基本上可以覆盖到头顶上方。所以在每次起飞之前呢，我都习惯性的检查一下无人机上方是否有障碍物，头顶的领空是否干净、安全吧。其实最大的这个镜头的仰角啊，也意味着相机的视野更宽广。如果遇上天空地面光比适当、云量好看的时候呢，我再捏一张360度全景合成的画面也挺好玩的。我把 Air 3拍摄的全景照片呢，放在可以观赏360度照片的平台上，大家自己感受一下。有不少人说啊，航拍相机就像运动相机一样是日光机，充足的光线是好画质的充分必要条件。其实啊，能把日光拍摄这事儿做好了也不容易，咱们就换一个阳光充足的环境试试。其实比起那种光线暗的日出、日落、黄昏、清晨这种小光比的环境，我挺怕拍这种大太阳的场地，就是因为光比太大，稍微调整一下曝光，在阴影的部分呢就是一片死黑，观感并不是太好。 Air 3在画质设置的时候提供了3种色彩空间，分别是傻瓜的普通档，还有需要表现层次的 HLG， 还有保留巨大后期空间的 D-Log。 不瞒你说的，我的 Air 3的拍摄设置绝大条件下用的就是普通档，简单直接，即拍即看。你拍摄时候遥控器上看到是什么层次和颜色，在后期手机上看到就是什么层次和颜色，省心省力省脑子。就是切记啊，一定是按照高光不过度的原则来调整曝光，留下这个影子欠曝的地方后期稍微拉起一点完事儿。大疆无人机这块1.3英寸 CMOS 能应付暗光，但是它的动态范围也能够足够应付大光比场景。当然了，我相信如果你有调色的好手艺，拍摄 D-Log 后期精修的话，那一定能得到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结果。我喜欢普通档拍摄航拍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喜欢在航拍的时候得到有反差的画面。航拍
我觉得光线和影子才是整个画布的颜料，就像我身后这样。嗯，这才是拍摄航拍漂亮画面的关键。广角和中焦镜头呢，则是航拍的不同的笔触，广角负责这个整体的写意，长焦呢负责勾勒局部的细节。举个例子啊，蓝天大海彩色房子凑近了看本来是非常漂亮的，墨尔本海边的热门打卡景点，但是没有光线和影子参与取景，不能说不好看，但是看来看去就一个字，寡淡。飞手的技术再好，也只不过是把不同的色块的堆砌拍出来的画面，是不是像这个交通市政在做路况检查，跟摄影创作没有半毛关系。好，咱们再换一个普通的场景，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，就是澳洲郊区的农田，随处可见，但这次画面里边大地洒上了一点点阳光。拍摄时间是早上日出后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，阳光在地面和水面形成高光的反光，还有物体投射出来的影子。这场景这画面您还愁揣着无人机没得拍吗？只不过就是早图晚归而已嘛，比起地面那种苦哈哈背着相机吭哧吭哧找机位的摄影师，航拍脚不沾地人不下车，对我这种懒人有巨大的吸引力。 Air 3的三倍光学镜头加上 4K 的高清的细节，我拍了一点对比影像啊，就是 Mavic 3 Pro 的七倍光学镜头加上四倍的数字变焦。没劲，又没劲。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细节啊，就是大疆的 Air 3飞起来特别的安静，比起 Mavic 3 Pro 的飞行噪音小了很多，基本上悬浮在70米以上的高空呢，不会有明显的噪音。你可以听一下两款无人机的噪音对比。如果让我给大疆无人机给一点点改进建议的话，我强烈希望能在无人机录制的时候加入出时间码同步的功能。现在的航拍画面都是哑巴视频，只能是说铺一段背景音乐或者后期制作一些假音效。我特别想在视频素材上同步当时这个声音的轨道。您脑补一下啊，这些画面如果有声音，是不是会更好？大疆 Air 3的飞行续航时间理论上是46分钟，实际上在 DJI Fly 这 app 控制时候呢，电池低于15%就开始启动返航程序的提醒。我实际测试从满电到低电量报警的续航时间， Air 3实际飞行大概是34分多钟，比 Mavic 3 Pro 实际飞行的时间呢29分钟多了大概5分钟，也就17%左右。还有就是我在做电池续航测试的时候，我发现回放视频发现 Air 3和 Mavic 3 Pro 对于抗风的稳定性和姿态保持方面几乎是一致的。整个半个多小时的这个悬停的时间，你看后边风非常大，但是最后落地的位置和起飞的位置严丝合缝。抗风这事儿，重量越大桨叶推力也就越大，风相对的影响也就越小。 Air 3在空中悬浮几乎不会位移，基本上打到哪里停到哪里，纹丝不动。你还记得开头的问题吗？航拍能用来拍啥？还能拍摄。你看，长时间续航，出色的画质，稳定的姿态，拍延时就成了另外一个思路。咱们做一个数学题啊，生成8秒钟的视频需要200张照片，每一张照片间隔2秒，一共是400张照片，也就是7分多钟。你看啊 ，Air 3的电池续航半个多小时，你看加上找机位还有运算回放的时间。非一块电池3721正好能拍3组延时，画面不够延时凑，用3倍的长焦看一场大雨洗过的 CBD， 用24毫米的广角看看城市上面云简云疏，我觉得无人机还是有用。带着 Air 3去山里转转，就喜欢去这种没去过的地方瞎转悠。墨尔本呢是地中海气候，冬天呢晴天少，雨水多，
大多部分的这个路面啊都是湿滑稀烂，甚至前面有没有路都不知道。发配无人机到前面巡山探路，找个理想的位置呢，顺手再拍几个素材，省去了自己这踩一脚烂泥上车下车这个狼狈。 Air 3进化为全向的避障，机身的侧面有四个鱼眼镜头，加上下侧一对镜头，负责监测无人机上下左右前后的障碍物，并在飞行过程中做出规避的动作。你看屏幕上周边这个警报哔哔哔哔乱响，其实心里还挺踏实的，所以我知道它的避障在努力工作。对了， Air 3的 Fly Combo 带三块电池和一个全新的充电的管家，三块电池直接插进这个带锁的充电管家里边，电池和充电键它是完全一个整体，甭管是怎么摇晃怎么颠簸，这个电池都不会跟这个充电器脱离，直接我可以扔到车的后备箱里或者是后座上进行充电。这个充电器上呢有这个 USB-C 口，它既是充电的输入口，也是电源的输出接口，也就是说您带着一个34112，也就是12000毫安的超大的充电宝，我强烈给它建立给它这个接一个60瓦甚至100瓦的这个 PD 快充给它来用。总结，大疆的各个无人机产品线全部进入了第三代的形态，你看 Mavic 3 Pro、 Mini 3 Pro 还有现在的 Air 3， Air 3在几个产品里面扮演了一个大概全能型选手的角色，属于什么都能拍，什么环境都能应付，居家旅行干活休闲的保险机型。对了啊，再说这个保险的无人机，就算是再保险的无人机也得加上一个 DJI Care 随线换啊，飞的时候呢没有后顾之忧。祝大家飞无人机艺高人胆大，胆大艺敢高。好了，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，我是大马猫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一下我靠，行，值了，鲜嫩多汁，黄色的 DJI， 对对，带蟹黄的，你看有黄的，带黄的大疆。